Hello， 1月份1003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星哲，谢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在你们今年的榜上，你好不好？这么好成绩，真的非常的感动，希望你们可以一直继续支持我的音乐，然后我可以继续写出好听的音乐陪伴你们。那我即将呢，也在6月9号会在新加坡办我的演唱会，很期待看到大家，不见不散。Eric 周星哲 22 Plus 亚洲巡回演唱会全面进化版新加坡站，6月9号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The Max Pavilion， 票价从98元起，上网 cstick.com.sg 或拨打6348-5555抢票。演唱会是由 Unusual Entertainment 主办，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鼎力支持。